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让我们放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开始今天的聚会。诗篇130章1到6节说道：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主耶和华，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赞美与感恩，都求主垂听悦纳。感谢主过去一周对我们每个家庭、每个弟兄姊妹的带领与保守。主啊，在这个疫情肆虐的当前，在这个国家极度分裂的时期，求主你赐给我们每个人一颗警醒的心，也求主赐给我们每个人心里的平安与喜乐。让我们把我们的眼目定睛在你的身上，求主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虚心受教的心，赐给我们每个人饥渴慕义的心，因为你说过，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让我们每个人都对你的话语充满饥渴，并对你话语、你的道的改变、生命的改变。让你的话，让你的道，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让我们每个人做着世上的盐和世上的光。主啊，我们为我们灯前的领导和一线的医护人员献上祷告，求主你赐给他们智慧，让他们能够有智慧来带领这个国家走出这个困局，让医生们充满智慧，能够医治病人，让他们能够早日康复。主啊，我们知道凡事都有你的美意，我们求主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通过这个疫情，让全地都尊你的名为大，让我们每个人都面向你，定睛在你的身上，来寻求主你的面，能够归向主。主啊，我们也感谢你，也求助你继续带领保守我们每个家庭接下来一周的时间工作。我们这样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们。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来敬拜他，用诗歌、用祷告来亲近主。主自己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告诉我们，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眼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他们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我们来一起唱这首诗歌，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不知明日将如何，每时刻安然度过。我不求明天的阳光，因明天或转阴暗。我不为将来而忧虑，因我知
所应许。今天我必与主同行，他甚至前途光景。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事难以明了。当我知主掌管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我不知明日将如何，或遭遇贫苦饥渴，但看顾麻雀的恩处，必随我时刻看顾。我虔诚虽经历水火，或快乐或有灾祸，但我主引导我路途，他宝血将我涂抹。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事向前。主，我们来祷告，来亲近你。主，我们把我们的重担，把我们的忧虑，把我们的焦虑，把我们的愁烦，再次带到你的宝座前。主，你是那看顾麻雀的主。是的，你说过，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还不如路边的野花一朵。主，我们不知道明天是什么样，我们连今天能不能怎么过完，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中美局势如何，我们也没办法掌控世界局势，但主你能，所以我们今天来仰望你，我们来亲近你。主，把我们把我们的盼望，把我们的喜乐，把我们的忧愁都再次定在你身上。主，因为你自己承担了我们的忧愁，你也能给我们喜乐。主，我们早上来亲近你，来听你的话语，愿你对我们说话，愿你带领我们，保守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来唱一首简单的英文诗歌，非常好听，也简，歌词也很简单，就是描述主耶稣的救恩，主的十字架。My death
pray to the sky, Lord, I lift your name on high. You came from heaven to earth to show the way, from the earth to the cross, my debt to pay, from the cross to the grave, from the grave to the sky.Lord, I lift your name on high. Lord, I lift your name on high. 下面是奉献的时间。奉献是因为我们爱主，因信靠他得永远的生命而甘心乐意的，精神所赐予我们的一部分奉献给他，这是我们基督徒当尽的本分。若你还不认识主，还没有接受他的福音成为基督徒，请暂时不要奉献。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做个奉献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今天将你所赐给我们的一部分恭敬献上，为你的圣功所用，都求主悦纳。主啊，使得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主你的恩典，主你的怜悯。求主洁净这奉献，也洁净我们每个人奉献的心，做合你心意的管家。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们。奉献的方法位于屏幕的下方，大家可以通过扫描 QR Code APP 发送短信，或登录教会网站等方式进行奉献。下面是海德堡教理问答，主日31、83问：天国的钥匙是什么？回答：就是圣洁福音的宣讲和教会的惩戒，即此二者，天国向信者开放，向不信者关闭。84问：天国是怎样借着圣洁福音的宣讲开放或关闭呢？回答：乃是这样，照着基督的吩咐，要向一切信徒宣讲，并公开做见证说，只要他们用真信心接受福音的应许，他们一切的罪就有上帝因基督的功德真的赦免了。反之，要向一切不信的和假冒为善的人说，如果他们仍不归正，上帝的愤怒和永远的定罪就会无可逃避地承载他们的身上。上帝照此福音的见证，在今生和来世施行审判。85问：天国怎样有教会的惩戒开放或关闭呢？回答：乃是这样，照基督的吩咐，若有成为基督徒的教义不正或生活不检，经过多次劝告仍然置若罔闻，便要向教会长老们告发他，若他仍然藐视不听，便由教会长老们禁止他俩上餐，并把他摒除于教会之外，同时上帝也把他摒除于基督的国度之外。但若他答应悔改并有实际的表现，便可重新接纳他作为基督及其教会的肢体。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彭牧师，题目是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证道的经文是罗马书9:30-10:13，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弟兄姐妹们，下面让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9:30-10:13。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就如经上所记，我在锡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
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的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好的，弟兄姐妹们，我请你翻开罗马书第九章，打开你的圣经，罗马书第九章30节，我们会一起来读到第10章的13节。那我刚才教会的这个领会也有读过了，所以我们会就来查考这段经文。在这个动荡的一年2020，在这个令人不安焦虑的这个一分，甚至这个星期，我们真的需要有一个恒定永恒不变的。甚至在去年的时候，我们都还在谈我们是一个小时代的人，活在一个小时代，但现在呢，我们已经活在大时代里面。这是一个世界局势都在改变的一个时候，但是主的话，特别是罗马书，真的是写给一个动荡改变的时代。所以我们来看保罗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求主对我们说话。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求你自己的圣灵来充满我们，对我们说话，用你的话建造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耳朵，使我们能听到你的话语，使我们的心能够向你呼喊阿爸父，求你拯救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保罗在这个三十节这边说，开始就说了，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他基本上解释完了犹太人为什么不能得救，为什么一大堆犹太人都不信。那当然里面有神的拣选的问题，可是呢，除了神的拣选是一个原因之外，还有一个是他们的这个罪的问题。保罗在这里开始指出为什么犹太人这么多人不信。 OK， 他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保罗在这里开始描述了一个非常令人纳闷费解的一个情况，而且他开始做了解释，也就是你可以想象有一个民族，他们是热心追求律法的义，他们详细的查考每一个星期六在会堂里，在安息日查考摩西的律法，照着遵行，尽他们一切可能的，然后在圣殿献祭，他们很高兴他们的圣殿被重建了。可是当基督来的时候，律法里面所指出的基督来的时候，他们反而不信。保罗在这里解释说，他们是因为他们只凭着行为求，而外邦人呢，从来没有想要信耶稣，从来没有想要遵守耶和华的律法，结果当福音一临到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反而信了。这是一个
保罗他自己在这段经文里面开始要想着尝试来解释这个困难不解的问题。你要想办法思考，如果你一想办法设身处地的思考，如果你一辈子在一个宗教里面不断的热忱的追求，结果被那个宗教给拒绝的那种感受，我们假设你是穆斯林，一辈子是穆斯林，到最后发现阿拉根本不是真的，是假的，那种的情形，保罗要开始解释为什么了。他说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只凭着善行，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就如经上所记。他开始引用旧约经文，我在锡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这里呢，保罗所引用的经文呢，其实是好几段的经文。他首先引用的是以赛亚书28:16，这么说到：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防脚石。信靠他的人，信靠的人必不着急或不羞愧。这个希伯来文，所以他这边开始说放石头，可是呢，锡安这边这一段经文谈的是一个稳固的防脚石。可是呢，在以赛亚书8:14，你开始看到这两段经文，它是合着的来用。他必作为圣所，他主耶稣基督，他作为圣所，却向以色列两家，也就是北国跟南国，做绊脚的石头，叠人的磐石。OK， 28说这个石头是宝贵的防脚石，是稳固根基。在第8呢，却做绊脚的石头，叠人的石头，向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罗，许多人必在其上绊脚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了。耶稣在马太福音就也这么引用了这个诗篇118篇，加上了这一块，在以赛亚书这段经文，耶稣引用了诗篇118篇和马太福音21，说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上帝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保罗在这里作为一个综合的解经，他引用了以赛亚书28，诗篇118篇，以赛亚书8和马太福音耶稣的经文，结合这4经文来表达耶稣基督这个防脚石呢，可以也变成一个绊脚石，也就是耶稣基督是一个像是分水岭，你所有旧约的信仰到了耶稣基督，若你信他呢，他成了你这个圣殿的防脚石；若你不信他呢，你就被耶稣给绊倒、跌碎、给砸烂。这里面实在是一个保罗所引用的经文呢，实在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甚至令人恐惧的。他说以色列人基本上是被耶稣绊倒了。为什么会被绊倒？因为以色列人、犹太人是这些宗教人士呢，是以行为来称义，来以行为来追求好的，得到神的称赞，然后让他们信耶稣呢，他们觉得这是一个绊脚的事情。我这么来 表达吧，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个只是犹太人的问题，这个是所有宗教人士，包括基督教、天主教都有可能做的事情。也就是当一个人他很注重宗教的行为，很注重法律律法的规条，他会产生属灵骄傲。产生属灵骄傲之后呢，你要他再承认
你没救，你需要另外一位救主。他会觉得，那我这些善行怎么办呢？通通没有用，通通要靠这位救主。你要知道，这种你如果没有在教会侍奉很多的人，你可能没有这个很强烈的感受。这种感受呢，通常是你在教会侍奉很多很多，你做很多事情，做很多劳苦的事情以后，你会发现你心中有一个隐隐约的感受，是希望上帝纪念你的善行。主啊，我做这些都是为你做的，教会里面所有的事工，主，我都是为你做的。特别今天讲这个呢，没什么用，因为今天教会事工很多暂停。但 你可以想象，一个人在教会里面做了很多事情之后，他会有这种感受，主啊，我是一个好人，是吧？我们有一种希望主来称赞我的这种心态。这种心态呢，等到主跟你说你是罪人，你完全要靠恩典得救，完全要靠信心得救的时候，你会有一种那我所行的善都不算了的这种绊脚的功能。所以这种属灵状态呢，神学家们，加尔文，我在看解经书，他们都指出来，这就是一种属灵的骄傲。你以为你行善了，你以为你做了好事，你以为你照着律法来行，然后你就碰到一个耶稣，然后你要来，你只是说完全因信称义的时候，你被绊倒了。保罗在此呢， 这段经文呢，也另外一方面也提到了，也是所谓他否定的有一个理论叫做时代论的观点，也就是旧约的人呢是靠行为称义。这个时代论大致上的讲法，他们把旧圣经分成旧约时代和新约时代，当然它其实分成七个时代，但最主要是旧约呢的人是靠行为称义，他们行律法，按着所有的教条，然后他们称义。新约的人是靠信心，可是保罗在这里再次提出来，不是的。三十二节，九章三十二节，他说这是什么缘故呢？只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也就是旧约还是要靠信心，只凭着行为求的人呢，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面。他们见到耶稣基督，他们见到这位受苦的主，为他们的罪死的主，他们觉得可笑羞愧，我们怎么需要这一个没用的挂在十字架上的救主呢？所以那位救主与他们那种自傲，我们是神的人，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是正直的人的那种行为的产生的骄傲，他们就瞧不起基督，被耶稣基督绊倒了。你知道律法的这个义呢，要靠信心来求的这个事情呢，实在是一个在旧约有一点算是隐藏，不是那么清楚，但是是有讲的。律法的义要靠信心来求，你若搞错呢，保罗开始在解释，他说这人是什么呢？第十章第一节，他说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上帝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 他说我真希望以色列人得救，可是他说我可以证明他们向上帝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上帝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上帝的意了。他这边 有一个问题叫做向上帝有热心，但不按着真知识，这是所有宗教热忱的最大麻烦。有热忱没有知识，只会闯祸，只会搞麻烦，然后弄得一身累，结果 不受人家的称赞，然后心中还烦闷。你如果看这张图，你看呵呵这张图里面有什么问题？这个人在货车上推货车，你知道有热忱没有知识的人就有点像这样。犹太人呢，他们一辈子的宗教热忱就有点像在这个车上推车的人。他说我在帮忙啊，你看我流了一身汗，我如此努力的在行善行律法，向上帝有热心，真的很有热心，这真是蠢啊。上帝对以色列人是有心意的，上帝的义呢是要按着信心而得的。那他在第四节
保罗再说，其实我们的罗马书已经讲过很多次了，但保罗再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这个总结这个词呢，原文是 telos， 它是一个终点站，它是那个 你坐火车，你想一下，你坐火车坐到终点站下车了，的一个意思。律法呢，你可以想象是一台火车，有人在上面推火车，呵呵，他以为他在推得很严重，推得很努力，一身汗在推火车，火车一直在跑，他以为他在推火车。可是律法的终点站呢，下车的时候是基督，你大概可以这样了解，这律法火车开到终点站了，下来就是基督。这些人呢，觉得我为什么要下车？这个律法火车很好，我推得也很努力，为什么要下车？服在这个基督底下，使凡信他的都得到义。你就知道这个里头的人呢，就非常的里头的那种犹太人里面或所有的宗教人士对因信称义的道的里头的那种反感就在这里出现了。摩西写着说，保罗在十章五节继续说，摩西写着说，你如果要行律法的义呢，你若能行呢，就必因此活着。 OK， 保罗在这里引用摩西在利未记十八章第五节所记载的话，他说，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尼希米记九章二十九节又讲过一次，人若干犯你的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这个是神，如果人如果能遵行神的律法就能活着。以西结书二十章十一节也讲，将我的律例赐给他们，将我的典章指示他们，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 马太福音耶稣也对那个年轻的少年官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加拉太书保罗也在那里说，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也就是说，律法呢，如果你能够真正的行，你就能活着。可是保罗已经在第七章讲过了，人就是因为里头的这种罪，使我们无法行律法。所以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可是第六节保罗说，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保罗在这里引用了生命记三十章十一节，我把这两段经文放在一起给你来看了。保罗怎么引用的？生命记三十章十一节，摩西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可以听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来，使我们能够可以听见遵行呢？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的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保罗，你如果仔细看保罗引用这段经文，他有一点做出很大的跳跃，他好像有一点断章取义，可是你仔细看的话，其实他不是。我们来仔细看，他这边说，罗马书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对吧？所以他引用的是在十二节，生命记的十二节，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可以听见遵行呢？然后呢，他这边括号就是要领下基督来。 OK， 这个诫命是基督，谁要下到阴间去呢？这里摩西好像没有写，对吧？
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他没有写，他说要去海里、海外，所以我们可以照着遵行。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圣经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让他加上第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OK， 他好像塞了很多话在，你仔细看，他塞了很多话在摩西的律法里面，有没有？ 他这个引用法有一点，我们说断章取义吧，最简单的，或者是说了一些摩西好像没说的话，什么就是领下基督来，就是领基督从死里上来。哼，保罗这样子用摩西到底合不合理？这个加尔文也看见了这个问题，这个斯托德也看见了这个问题，但他们都可以都认出来说，其实保罗这样的用是对的，是摩西真正要表达的含义。你看摩西开始这节经文就很奇怪，30章11节，他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难行的。真的吗？摩西律法真的不是难行的吗？所有的犹太人都可以告诉你，摩西的律法真的很难行。我们常常还要去圣殿献祭、赎罪祭、赎前祭，因为呀，摩西的律法真的不容易，说要受割礼，然后遵行一大堆的洁净礼，非常繁琐。出门洗手，回家洗手，这个洗脚，然后有一大堆的这种规条诫命。摩西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难行，这在犹太人在以色列人耳朵一通一听 就觉得奇怪，摩西怎么会这样说话呢？所以保罗就已经看到摩西好像隐隐约约要表达的一个东西了。摩西的律法的结尾，这是生命记的结尾，就跟整摩西五经所要表达的好像就已经产生了冲突了。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是很难行的，因为你若行这些事就必因此活着，可是人就是行不了神的律法，所以我们才灭亡。这个诫命是难行的，可是摩西说不难不难，不是在远在天边，不是你需要上山取下来，不是要你到西方取经，你不用上什么昆仑山、西乃山什么山去取经的，我的律法都在这里。在哪里？他没有说我写在这个十诫的板子上、石板上，我摩西五经已经写好了，你看律法在哪里，不用去别的地方拿，在哪里呢？在这里。他没有说在这里，他说在你的口里，在你的心里，使你可以遵行。所以摩西在这里已经好像放了伏笔，要表达一个律法里面的东西是其他的摩西律法里面没有办法做到的，因为摩西律法真的很难做到。保罗说我告诉你吧，你要知道保罗在跟一群犹太人，是懂圣经的犹太人在解经，他的9章到11章他在跟犹太人在辩论的，所以他开始指出了犹太人里面宗教里面最困难的一点，我们做不到律法，我们 行不了，我们一直要献祭，献这个献那个。保罗说我告诉你，摩西已经讲过，你们所尊敬所最爱的摩西，你们读经你们都没有读到的，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难行的，不难不难，怎么不难了呢？他说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马太福音10章32节，耶稣在把这个经文做了一个算是一个解经，他说凡在人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不认他。哥林多前书12章3节，保罗也说过，所以我告诉你们，被上帝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 圣灵感动的，也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的。保罗说他开始把旧约的隐藏的信息开始给指出来了，摩西律法里面有一个东西是要口里承认耶稣，心里相信就必得救。然后他开始在10章11节，保罗继续10章11节 又说经上说凡信他人必不至于羞愧，就是刚才以赛亚书说的信他人不至于着急，不至于羞愧。
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他这里在引用了十三节，他引用了约珥书二章三十二节，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造的。约珥书已经指出了旧约圣经里面真正得救的关键不是行律法，摩西也留下了伏笔，他告诉你律法是简单的，不难的。怎么不难？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因为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这在旧约里面已经有的因信称义，保罗把它给指出来，他说你们所爱的摩西就是这么教导的，你们所尊敬的约珥，先知约珥就是这么教导的。旧约里面已经隐藏的信息，保罗把它再次给指出来。律法，如果你真的靠着行为 来得救，就像那个站在货车上的人以为自己推得很起劲，可是如果你按信心来的人呢，你就真正坐在这车上享受这台律法火车带你到基督那里去。律法，如果你按着信心你就到了基督面前的时候，你按着律法的指示，我是罪人，律法告诉我我是罪人，然后呢，我就把我的信心转向基督，说主耶稣求你拯救我，主耶稣你说你得救了，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就是律法的工作，把你用律法火车带到这个终点站叫做耶稣基督面前，你下车之后你站在主面前说主求你拯救我，主说 我拯救你，就是这样子。这旧约里面要隐藏的这个信息，律法不能靠着遵行而得救的，你要靠信心来行律法，在信心里面乘坐着律法火车到基督面前，用信心投靠基督，不是相信你自己做了什么好事，是投靠基督，呼求主的名得救。这个摩西律法呢，到了保罗手上，他把它整个的几乎是翻译出来了，把摩西律法里面深藏的含义保罗给他翻译出来。他的心，他说我真的希望犹太人的得救，我真希望犹太人的得救。他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今天仍然如此。你要知道，我们所有的人能得救能上天堂，在这个动荡的世界里面，我们怎么得救？是不是我真的这个星期全部都做好了主才让我得救的？不是的。而且我要告诉你，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呢，是我们极其容易忘记的。我们不知不觉就回到用律法称义，基督徒也是一样。保罗写了几乎每一封信给新约的教会，他都要提醒他们，你要因信称义啊，你要呼求主名而得救啊，你不要自己靠自己的好行为来讨主的喜悦啊，你要用信心来到他面前呢。你到了这个基督终点站的时候，你要下车，你要用信心来拥抱他，要来投靠他。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一节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呢，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一件事，你们受了圣灵是因为行律法呢，还是因为听信福音呢？是圣灵拖着你到基督面前，你信耶稣，信了耶稣以后，耶稣就把圣灵充满了你，不是因为你行律法的。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保罗真的一直在提醒所有的新约的众教会，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腓立比书三章二节说，应当防备犬类，教会中有一种东西，腓立比教会里面有一种动物，不是羊，是犬，会叫，会咬。他说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行自割的，这些
犹太人的教导习俗又进来的，要人行割礼的。他说因为征收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上帝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他说我到终点站，这才是至宝，律法火车算什么？我已经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信上帝而来的义。如果你在这个瘟疫、患难、痛苦、动荡不安的这个社会里面，你还是一直以为我要行好、做好人，我来得救，你已经立刻回到这个律法主义保罗所要防备的人里面，你需要自己谨慎。 我如何在面对不安的时候、痛苦的时候，如何从主得到力量，是因为信心啊。我如何得称义，是因为信心。我如何可以侍奉神，是因为信心，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主才给我什么好的称赞。哥罗西书再提醒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人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都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主耶稣常常要提醒我们，保罗常常在写信的时候提醒我们，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其实新约里面很多这些经文我无法一一举出来，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十一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三节到十四节，都是谈到因信称义。希伯来书十一章十六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保罗说信他的人，他是后代一切求告他的人，这是十章十二节，罗马书十章十二节，他后代一切求告他的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在整个圣经里面呢，有一种人他是求告主名的人，从圣经的律法的最前面，很多人都已经都没有都忽略到这个事实。那人在以挪士的时候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在创世纪第四章二十六节，赛特，亚当的儿子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因为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在哥林多前书，保罗称所有的求告主耶稣的名的人为基督徒。他说奉上帝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上帝教会 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这所有就包括 Lansing， 所有在各处求告，对吧？这所有各处是包括密西根吧，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的整个的信心，我们的律法，我们的信心最后的表达，律法把我们带到基督面前，我们用信心在基督面前，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我们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呼求主的名。心里相信耶稣是主，心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口里承认他是主，然后呼求主的名，你就得救了。得救后你要受洗，得救后你需要继续在主的话里面成长、喂养、长大、聚会，但是不是这些东西不能救你，你得救是因为你呼求主名。你当你真心相信主，你呼求主名，你就得救。我再强调，这不是要你千万不要以为哦，因此那我就可以怎么活，爱怎么活就怎么活，不是。这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我们都已经讲过了，但是律法的真正的
最后要我们做的信心的表达就是求告，就是祷告。所以一个基督徒，你从认识主的第一天就是你从祷告主的开始。你哪怕你在没有人看见你，你偷偷的跟主做了一个祷告，那都是你信心相信主的开始。哪怕你只讲了一句话，你没有什么很漂亮的祷告词，你只跟主轻轻的说，主啊，你若真的还在，你帮助我。像这种简单的祷告，你知道都是一个承认主，因为你怎么可能跟死人祷告呢？你承认主是复活的主，你承认他是从死里复活，你在众人面前那个受洗的时候也是一样，承认，这个承认，这个呼求，就使你与主连上关系。这是一个罗马书里面最可能最大的转折点。在犹太人的宗教里面，他们忽略掉了他们自己旧约里面的信息，他们以为是靠行为，靠善行得救。保罗说 No, no, 你们爱的摩西，你们所读的旧约早就告诉你们了，要呼求主名来得救。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呼求主名。主，我们来呼求这最美的名，耶稣基督的名。主，你在天上坐着为王，但你在地上有许多你的百姓，都是呼求你的百姓。主，你的圣灵也在我们心中来感动我们，来呼求你。主，还是为任何所有听到这篇道的人，他们若心里面想要呼求你的名，愿你感动他们，愿你也垂听他们的祷告，拯救每一个向你祷告的人。主啊，你的话语来建立我们的信心。主，不是我们过着完美的生活我们才得救的，主，是我们祷告，主，我们相信，我们呼求，主，你就垂听。主，谢谢你，谢谢你乐意听我们罪人的祷告，谢谢你乐意垂听我们的恳求，我们的祈求。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也有可能一些家事，一些报告，一些聊一些可能最近的事情，请你们还是为世界的局势祷告。主，要我们为我们执政掌权的祷告，使我们可以在世平安度日，这是可喜悦的。所以我们为这个国家祷告，为这个瘟疫祷告，为这个疫情祷告。我们也还在，我还在跟同工们在讨论这个教会重新开放的时间，也真的不太容易决定这个事情，有许多要考量的方面。那我上个星期听到 Riverview Church 他们说他们到年底之前都不会开放，那 South Church 呢已经开放，但是他们规定要戴口罩，所以我们决定还是先再观望一段时间，也许可能在我们在考量密西根的学校什么时候开，这一切的这些考虑范围之内。那上个星期我们的主日崇拜，我们的在教会领圣餐大概有15个人，所以这是我们现在大概教会的情况。那不论如何呢，我们这的确是活在一个很特殊的情形。我真的从来没有跟着摄像头镜头讲过道，这是我真的是对着一个空空的教会在讲道，所以请你们为这个事情祷告。我相信主还是要我们能够聚集是最好的，但我们也同样明白这个瘟疫的确有许多有不可预测的一些的因素在里头，所以请还是为这个整个事情，为这个这个整个疫情，为教会的前面的方向都祷告。那也为请你们为我个人的事情祷告。我现在在国内也真的也为国内的教会祷告。国内的教会现在有许多的宣教士，我所合作的这美南浸信会，许多的宣教士已经被逐出中国，他们现在无法在里头教课。我现在在替他们的神学院录8门课程，所以请为这事情祷告。让这个课程能够顺利的这个被教，能够在他们那边的顺利开课，我们都需要祷告。真的，若不是主怜悯、主帮助，我们没有人做什么。我们若离了主，也做不了什么。所以，请你在这个
这周为这一切的事情祷告，还有有病痛的人，有的人是生病，我在不在这里一一提这些人，我在没有征得他们的这个同意之前，不在这里提大家的私事，但是请你还是为教会一些有人生病的祷告，为一些有一些真的是碰到一些大的试炼的人祷告，求你怜悯他们，求求神怜悯他们。我们来唱这首祷告良辰作为我们的回应诗歌。祷告良辰，祷告良辰，使我离开世事操心，引我到父施恩桌前，将我心愿向父说明。每逢痛苦忧愁之时，我临在主前的安息，试探网络的依托里，为我为靠此祷告良辰，祷告良辰，祷告良辰，如有双翼向主飞升，将我请求向主并称，主因我求，主爱永恒，主既愿我常见主面，信靠他的真理恩言，我便卸去一切重担，安静等候祷告良辰。我们来祷告。你刚才听到了罗马书的教导，我们的信心的表达就是用呼求主名。我们就把我们花点时间，也许现在你就在电脑前面、电视前面，你花点时间安静来祷告，把你的重担、把你的忧愁、把你的焦虑、把你的担忧来呼求主来拯救你。我们花点时间来祷告。主，你借着大卫的诗篇说，我这困苦人呼求你，你就拯救我们。主，你在天上垂听我们的祷告，你没有远离我们。主，每一个弟兄姐妹有声无声的祷告，你都听见，你都看见。主，你让我们没有信心的人开始转向你，开始有信心，那种呼求你，来寻求你的面，来寻求你的恩典。主，谢谢你，你从旧约到如今，你从古代到如今没有改变，你仍爱我们，你仍愿意我们祷告，你仍垂听我们祷告。主，凡祷告呼求你的名，你就拯救我们，就你救我们脱离试探，主你救我们脱离这个凶恶，主你不要把我们交在仇敌的手中，主我们把一切的担忧放在你面前，直到在祷告的时候，主我们的担忧都是白担忧的，其实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可怕。主你垂听，主你保守，你必看顾。谢谢主，让我们在这个环境中，我们的信心能成长，能茁壮，能与你亲近。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神父神子神，我们一起接受从神来的祝福。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常与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我们默祷后结束今天的聚会。